好了，那么今天小狼给大家伙儿啊，今天小狼给大家伙儿呢做一个传说中的三国战记啊，这个大神之路，它的一系列改版，其中有一个版本叫王者秒杀啊。这个王者秒杀呢，并不是咱们传说中那个正版的那个为了让你秒杀的那个王者秒杀啊，这个王者秒杀呢是传说中的，就真的是有很多比较变态的地方啊，有很多非常变态的地方。但是这个版本呢，小狼也玩过，没有那么难，但是到后期也没有那么的简单啊。大家伙懂我的意思吧啊，懂我的意思吧啊。好，大家咱们可以看到呢，现在呢这个咱们的这个视频也正式开始。第一个上来呢啊，上方 PK 场不要往里走啊，往里走你会后悔的啊。下方呢是这个直接进入这个正常的关底。第一关呢，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人给你打几个小兵，然后正常的就单挑菜鸟杀手夏侯渊。然后呢，他的这个打完之后呢，才从正式的第一关开始打啊。所以说前面是让你热身的。然后呢，身边跟一个小兔子，这个小兔子呢就是月兔啊。这样这个小兔子呢会给你一个补。但是呢话说啊，这个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到后期啊，这个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大家伙知道我的意思吧啊，还有一定难度的。来看看现在呢，那么今天咱们既然大家伙诚心诚意的问了，那么我也大发慈悲的告诉大家伙啊，这个咱们这个版本呢应该算是一个改版当中的一个异类，就真的是另类改版啊，就是没见过这么另类的啊，就非常非常的另类。而且这个版本呢还有个这个优点，就是啥呢，就是除了给你补之外啊，咱们升级了之后，你看诸葛亮升级还有那个还有隐身衣的效果啊，隐身衣效果。但是你看没打死一个带血管的 boss 啊，没打死一个带血管的 boss 呢，基本上他都会黑屏复活，而且是无限复活啊。大伙知道什么意思吧啊，就是无限复活。你包括你现在把他打死了，他还会再复活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啊，你就不要去惹他了啊，就是不要去惹他了啊，这是你懂的啊。好了，这正是从这个传说中的长沙水战，这个什么长江水战啊，长沙水战。这个里面咱们可以看到还给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补吧。咱们这里面你可以像这个特殊技啊，必杀技，他这个满天爆火。这招的这个应该说这招的伤害还算可以了啊，主要呢也可以应于加分。分数呢从5000分这么涨，所以说升级升得非常快啊。好了，看到这关是一个没有血格的 boss， 这个没有血格的 boss 呢也可以被打无限追地，他起身的时候可以被你直接打死，然后他就变成一个带血格的张飞，看不看见？前面的大伙看起来觉得小狼你这个版本太简单，我曾经我玩这个版本啊，我玩到第四关第五关的时候啊，我觉得有一定，反正是以我这个水平肯定是完犊子啊。但是确实它相对于什么噩梦啊，新版的无双版的啊，噩梦版呢，还有这个包括像那个咱们说那个天下一统版本呢，肯定还是稍微的这个简单了一点啊，稍微简单一点。这次呢操作者呢是来自于口木啊，一个口一个木，这个打的这么一个视频。咱们可以看到这种没有血管的啊，没有血管的死了之后呢，有的会出现黑影复活，但是就复活一次，有的就没有了啊，你知道吧啊。那个方天画戟呢，以往的版本呢都是召唤那个什么，召唤神龙圣斗士陆布的啊，传说中的神龙圣斗士啊，再往后我就不知道了啊，有很多版本的就没有啊。好了，看看诸葛亮。三国演义里面啊最神话的一个人啊，诸葛亮。而且这个必杀可以追，这个可以鞭尸，你们看一下啊。虽然说是用这个一个气儿作为代价，但是他鞭尸很好。这游戏想要用气儿很简单啊，就是挨打或者说是你打人都一样啊，都一样的啊，你懂的啊。其实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变态吧，我觉得是这样的。来看看诸葛大亮亮。这个玩家呢啊，咱们提供这个录像的玩家呢啊，这个应该是正在直播给大伙打，然后他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是要给大伙讲解啊，就是说可能就在打字，但是这是一个录像啊，这并不是这个直播的，但他应该是直播打的录像，然后呢直播的时候呢要跟一些人回答问题。你像这个版本能不能别笑了，这个陆逊，我操，这个魔性的笑啊，这个魔性的笑，我也是真心醉了啊！哎呦我操！好啦，这是一个刷分的好地方啊！左右可以变成这个，大哥你别笑了，我静音了啊！
我进啊。好了，咱们可以看到可以换成各种各样的模式啊。哎呀呀呀，我好了，这个版本呢咱们可以看到左右左右是，哎呦我去，这个版本啊就是左右可以换成诸葛亮，可以换成这个马超，然后用跳跃攻击可以换成马超第二式，诸葛亮跳跃攻击也可以变成诸葛亮第二式啊。好了，可以看到这声音，这个哈哈哈哈逼了，给我哈的哈的我都变成哈士奇了。好了，这个小旋风你们看不看见，很变态啊。这个是没有血管的 boss， 严格上来讲它可以被无限连击，但这哥们好恶心啊，各种练无双必杀啊，你就是千万不要在他面前练这个，你练无双，你要练无双你死老惨了。好了，你看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哥们们啊，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的啊。这样的这是他是不带喘气的情况，就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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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病啊。来看看传说中的陆逊，哎，其实可以选择用这个变种模式啊。其实咱们正常玩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教程玩法，如果说变态高手用变态玩法去玩的话啊，这个也是好恶心。好了，咱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特殊的道具呢可以用来变身，然后咱们就无所谓了啊。好了，追力漂亮，这是咱们看一下这个诸葛亮，这是传说中的超级诸葛亮啊，这是复活的陆逊。超级诸葛亮的万劫穿心可以打成无限连啊，就是不是说无限连的问题，就可以各种这个各种变态，这个伤害非常非常的高啊，用来单秒 boss。 但是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记住是单秒 boss， 你懂的。你要是如果要是有很多 boss 在的话你就不好打了，有很多 boss 在的话你就不好打了。你像有一些道具呢就是可以让你变成这个超级诸葛亮，而且这个变身呢很恶心，很变态啊。好了，看看，哈哈哈哈，小蜂窝啊。好了，涨前期涨分啊。好了，这个小兵有的时候会变成这个变态的变态的这个 boss，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啊，为什么说会变成变态的 boss， 就是他设计的比较变态。大家伙可能知道我解说过那个西游释厄传 super 的那个群魔乱舞的改版啊，应该叫狂魔乱舞，还不叫啥来着啊，反正就是变态版啊，超级变态版。那个变态版就真的变态了，就各种无敌啊，各种就小兵变成大幻魔，小兵变幻魔变成什么老鼠精啊，分分钟就能秒你的节奏。好了，看看一顿拍，黑化诸葛，黑化肥会挥发，变发挥会发挥啊，就是太嘚了啊。这里面这个孙姬其实也是一样啊。好了，可以坐直接死，不过不要紧啊，他一会儿还会复活，他复活起身再是刷啊。我那时候刚接触这个诸葛亮的时候，我觉得这诸葛亮太变态了，这个诸葛亮就这个万箭穿心是正官方自带超级万箭穿心，然后再万箭直接秒掉，然后可以在这里把一些该要的道具全补全啊，该要的道具补全。然后他死在哪个位置上呢？他爆的这个位置呢，其实都差不多是一个地方啊，无所谓。咱们可以看到，好的，万箭穿心再追击，超级变态啊！诸葛亮的弟弟诸葛暗是吗？啊，哎呀，这个版本是哪个版本呢？请你往屏幕右边看啊。绝对是要往屏幕右边看，但是大伙儿肯定说啊，小狼，你这个版本我看前期好简单啊，而且你看给你这么多道具，它前面就必须要这么给你设计啊，然后你在这里呢要把该用的道具全搜集过来，然后呢等你后面的时候就简单一点啊，要不然你到时候你变身你都变不了。然后当然啊，其实无所谓变不变身，用这个诸葛亮的话呢，就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这个万箭穿心啊。这个万箭穿心就是因为这个版本的名字叫王者秒杀，它就有一些让你受不了的地方啊，就是非常恶心你的啊，所以说咱们该控制也控制，用尿追地，然后再万箭穿心，主要就是获取一些没获得到的道具啊。你比如说你像这个要获得这个小黄书，
小黄书，然后再加上那个，哎呀，真的是一万把剑，这个一万把剑吹牛逼了啊！二三十支剑是有，而且这个伤害可以叠加。好了，跳跃攻击可以变成诸葛亮 B 啊，诸葛亮 A 和诸葛亮 B， 但是呢，想要变成那个超级诸葛呢，就得放道具了啊。好了，升级之后呢，有这个隐身一属性啊，余烈一属性啊，就是当然咱们大伙都知道啊，这个当然呢，这个级数顶多就升到24级，这个技能也就前期有点用，后期也就无所谓了啊。讲讲三国历史吧，三国历史。这个三国历史都已经让我讲的都懵逼的节奏啊！好了，这个咱们可以看到，这个玩家又是在卖萌啊，玩家又是在卖萌装年轻，想要拐小伙。这个应该是正在打字。其实正常来讲啊，我跟大伙说一下啊，就是三国的历史呢，绝对不要把它当成正史来看。而且三国有个非常憋屈的地方，三国的这个官方的这个给出的一些历史吧啊，就过于虚假的太多，每个地方都不一样，自相矛盾。所以说很多人比较偏向于什么？偏向于三国志啊，偏向于三国志以及这个。好的，变成诸葛了，追起来，万箭穿心。啊，这一追到小兵身上就不好了啊！打死这个孙姬，打死也一样，他还是会复活的啊。其实一样啊，不要觉得好像小狼这个版本，你比如说你打死一个 boss， 然后他复活了，当然这个 boss 复活无所谓啊，他复活了该死该通关也是要通关的啊，无所谓的啊。你觉得孙策可以和吕布硬刚吗？孙策和吕布肯定是硬刚不了。记住啊，吕布就是正儿八经，咱们说三国时期吕布是排名第一的，可能在文献记载上呢，可能据说是打，按照这个形容是打不过这个项羽，但是你记住小霸王孙策啊，就是给一种这个真人模仿秀的感觉。孙策呢是跟这个太史慈打成了这个平手，那太史慈大家伙都知道，太史慈在这个不管是这个平定江东啊，还是说跟这个比如说你像这个就跟这个孔融啊，包括你像王司徒啊，跟这帮人干的时候呢，还是没有什么太好的表现。孙策和太史慈的能力呢，应该说要排在三国的这个中上吧啊，只能说是中上。其实真正厉害的人是谁呢？真正厉害的人是孙坚。孙坚呢，在正史上啊，在正史上以及这个传说中的季羡体《三国志》上啊，孙坚是最狠的。华雄是孙坚杀的。首先，华雄是孙坚杀的啊，这一点大伙知道的啊。好了，这个今天由于各种各样的卡屏掉线啊，已导致小狼真心醉了啊。这个刚才有持续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你狼哥都是在考虑网络的问题。好了，可以看到啊，这边的孟获死了之后呢，复活的人居然是彻里吉啊，这个老嘚了这个地方。好了，毒镖，关键时刻有一些小道具呢，还是非常有用的啊。小霸王不是周通，小霸王周伯通，小银虫周伯通。哎呦我去！哇，这招我不会啊，没见过用这招玩了啊！这招这个飞脚，这个绝对是武当派的镇山绝学五毒飞逼脚啊！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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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真心疼啊，真心疼这个。所以说这个王者秒杀的版本啊，在某种意义上呢啊，确实挺逗的啊。你易中天跟我比完全就比不了啊，我吹牛逼肯定比他咔嚓点啊，但是要真说讲这个所谓的历史啊，那就是我不是跟他比，我就没有必要跟他比啊，因为差太多了啊。人家是正儿八经的这个历史学家，他一辈子都得研究啊，这是分析啊，共同就我就是啥呢，人家我就是干货，就别人整好的东西在我这儿我跟你说好啊。好了，一顿哈哈哈哈啊。是这个版本非常另类吧？这是我见过最另类的一个三国战记改版的作品。很多人说小狼不对啊，这个我觉得也有很变态的。你像天下一统都没，我都感觉都没有这么变态。实话实说，天下一统我都感觉没有这么变态啊。好啦，一顿飞龙在鹤啊。
哈哈哈哈，这个哈哈哈哈贼像，就真的是从那个哪儿，从那个待会儿那个看那个东东，我玩那个东东不死传说里面诸葛亮，他那个哈哈哈也是在这儿来的啊，真心是醉了这一下啊。好了，看看这个兔子啊，就是这个兔子就是传说中的这个，你懂的啊，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啊，就给你补，随时随地给你补，但是后期 boss 也会非常变态，而且这个兔子有时候不出来啊，有时候这个兔子不出来，传说中的产乳人玉兔啊，玉兔是奶超级奶妈啊。好了，咱们可以看到，只是你要找那个鱼鳞一那个大哥，对你别撞错了啊，撞错了就不能赖哥们们了。反正你没发现任何版本这个野生一啊都是非常非常屌的，野生一才是本体，知道吗？啊，确实这个过瘾啊。好了，看看。这个第一关到第二关啊，咱们打了第一关到第二关打了15分钟，看不看见啊？后面你看，而这个小兵看不看见？这小兵不管他被挨打还是这个，反正脑袋上有一个转的诸葛亮。那个诸葛亮啊，到就现在这还不是很变态。你等后面几关的时候，经常会发现一些小兵啊，他浑身转这个东西，而且是无限连的。就比如说你在那地方，然后你被他转倒了之后，你在空中被他啪，你就掉不下来。然后你还不能落强行落地，你就被无限连。就是这个版本的，你觉得你能秒人啊？后期人也能秒你，所以说想要一命通关啊，真心不是很简单啊。但是一臂啊，确实是简单啊。对，咱说可能，但是这个一直也没改过本，没改过版。据说改版了之后也是非常屌的啊。这三国战记的私服啊，绝对是私服啊。好了，当然呢，但是这个版本就是记住啊，只要没有小兵，哎，只要是单挑 boss 啊，那所有的 boss 都是懒闲子啊，你就是只要没有小兵，后来你就会发现后期小兵厉害，小兵比 boss 厉害啊。好，来看看，你就撞一个那什么，至于又要飞脚了，飞脚传奇，咱们可以看到啊，飞脚传奇。哎呦我这是真过瘾啊，这个噼噼啪啪的啊。看一下。这是飞脚传飞脚哎。哎呀我去，这过瘾。这个王者秒杀啊，我一直在想这个版本如果双人配合打秒杀什么感觉，你说什么感觉啊，绝对是狠啊。所以说在线，我跟你说，在线听直播、看直播的大家伙儿、小伙伴们记住了啊，就是说啥意思呢？就是说，就是有孩子的你要抱稳了，没有孩子创造孩子你也要抱稳了，知道吗？啊，一定要记住这个事儿啊，一定要记住这个事儿。不是，这个观赏性很强，我感觉做个一次两次的都还可以，要做的时间长的话啊，除非是在线打。除非在这儿打，要是做时间长了没啥意思了。但这个版本你可以看到啊，确实这个一百多，它就上来就是你可以让你把这个命啊变成这个六条命，加上本体7条命。所以说一臂的话啊，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啊。好了，可以看到这个招，类似于像小黄鼠这个小风叔的招啊，10秒才落地，打篮球不是无敌。来，咱们看看啊，现在我不是传说中的深邃狗眼睛，我是深邃的马眼啊，是深邃的马眼，也是醉了啊。来看看这个，要打出最后有惊喜啊。啊，惨，没压制好，打出最后有惊喜，惊喜就是3天之后啊，对吧？啊，你给我钱，我出城剿匪，接上你的腿。咱们可以看到，这他妈招完撞的节奏啊！1、2、3，1、2、3，最后再打一下。他这个只能是打4招1式。好啦，效果消失。传说中的这个绝对是马超战曹操啊！传说中的打的曹操割须弃袍。左慈，哎，咱们还有兵剑。
捡起来。哎，不对，应该背对着捡啊，傻不傻？不对，背对着捡，然后起身免费捡一下啊，这都不知道啊，真心醉了。不过无所谓，咱们看那个小兔子，小兔子会给你那个传说中的天山雪莲啊，这无限给血，所以说你费点血也无所谓啊，真心无所谓的。就是只要你不被小兵和 boss 秒了，你咋都行啊。好啦，这是双剑，双剑合璧，倚天剑加青钢剑，干将剑加太阿剑啊，太恶剑啊。好啦，一顿秒兵，我操！这个版本我总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呢？叫做啊，这个版本就是传说中的拳皇，不是拳皇，三国中变啊。三国中变就是中变，就是那种就一刀一刀255级那种啊，就中变，不是超变啊，超变是一刀65535啊，一刀999级那种啊，知道啥意思吧啊？来吧，小伙子。对呀、啊，属性剑当然牛逼了啊！当然这个版本呢，其实我觉得，其实诸葛亮好玩点，其他人呢啊，就是其他人，我告诉你，其他人吧，他虽然说不怎么好玩，但其他人变态。你像有一些人更变态啊，那就是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秒杀版本啊！就是但是呢啊，就话说回来呢，就是你变态 ，boss 也有变态的时候啊，就看你啊。大家伙记不记得一上来的时候呢，有一个夏侯渊。一上来的时候夏侯渊是暖场的啊，这个夏侯渊是本体啊，这个夏侯渊才是本体，但是也没不厉害啊，就是我跟你说，我玩到第五关第六关的时候，我才觉得有的时候有点恶心，但平常的时候都比较简单啊，但是作为绝对的高手呢，就没有什么恶不恶心之说了啊，绝对的高手呢玩游戏那就是跟你绝对是不一样的啊。好了，看看，哈哈哈哈哈哈，杜康姐，一个杜康。可以不卡兵单挑 boss 啊，真心醉了啊！来看，金刚剑，准备啊！他不是不卡兵，他不是不卡兵啊，他是要给他勾出来是不是？啊，操！好了，换成了青钢剑啊，倚天剑震威，青钢剑杀人！哎呦我去！这个防御呢是跟那个地下城的防御设置的是一样的啊，可以一直防着。就是摁住了之后呢，它不会松开。来看看，就是无限冰晶状态啊，打怎么打都是不可能会出现那个实体冰，就是冰晶状态。有小兵真是很烂。哎呀呀呀呀呀，各种秀啊，各种秀啊。哎呦我操！好了，小兵变吕蒙，但是没什么用啊。一个青钢剑给定住了之后，大家伙看不看见？一个青钢剑定住了之后，然后直接就是一顿飞脚啊，飞脚传奇，赖逼，赖不赖啊？这他妈的就是他妈的王者秒他妈的啊！传说中的王者秒杀版本，就在今天啊！你就这么简单就是啊。来看现在这边，你看这个诸葛亮很变态，看不见诸葛，但你等一会儿他就没了。就你要站在边上的话，头上那个小诸葛亮能把你卷住啊！一旦一帮人连招的话，你就死定了啊！好的，看看黑诸葛，又一个小诸葛在转，看不见双诸葛在转，这个位置就只能放隐身衣了啊！看不看见啊？很变态的，这自己被自己打了，看看自己被自己的诸葛打了。好了，落地还是要被打的。这种肉人形怪的 boss 啊，很简单，用这个普通攻击去 A 的，很简单的啊。好了，真心恶心啊！一顿搓地板啊！来看看现在接下来神仙笔，其实像这些小道具啊，关键时刻还就是给人一种有用的感觉。其实有时候真没啥用，你就算再用，你就可能关键时刻用一个两个啊，
就是你懂啥意思吧？但是可能有一些玩家有一种收集癖，就特别就想把这些东西全收集完事儿，你知道吗？啊，来看看，倚天剑、青杆剑，哎，这个跑得太快了，这马超是传说中最快啊，最快运动员啊，没有比他再快的节奏啊。好，来看看这种情况下啊，真心是啊，真心是脑瓜嗡嗡的啊。一会儿第三关，我就是那时候我打到哪关，打到第四关就变恶心了啊，好像但也没有恶心到多少。然后咱们看看接下来是直接走上路，吃这个，对，这个就是赤兔啊。赤兔呢就跟你一个小兔子，这个赤兔跟你就是啥意思呢？就是没事给你一个大补，来看看家。没事就给你个这个天山雪莲啊，这个我们都管它叫肉灵芝啊，就一会儿给你个肉灵芝，就这个意思啊。反正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在说什么啊。好了，一顿摸，哎呦我去，闪是狠啊，这无敌了还有意思？谁告诉你无敌了啊？你玩你就知道了啊！当然，话说回来呢，这个也得分情况。这个，你看，你包括那些大神玩游戏，他也是一样啊。他玩的时候难道不是无敌的吗？你包括你看玩那个柱子，我觉得最变态的就是柱子，他打近招啊，玩近招的那个柱子，他最屌的就是，就诸葛亮有一次啊，就在许褚那儿废了一点血，然后剩下就是无伤过关。你说这还怎么打？包括你像那个。很多经典的游戏，像什么恐龙世界啊，恐龙快打也是一样呢，就是干啊。好，来看看，哈哈哈哈哈哈，是变态啊。来看看连续的前手，哎呦我这下真是真心疼啊，真心疼啊，兄弟们啊！秒杀你看着也无敌，但是就是不会，但是确实秒杀要比这个要难多了啊！秒杀怪，招安撞，什么叫秒杀怪啊？好啦，升天了，传说中司马懿升天了啊！就这传说中的秒杀怪就这样秒杀是吗？啊，一会儿还有一个奔跑吧兄弟。传说中的奔跑的兄弟啊！哎哎哎哎！慢慢勾引这一下啊！一只胖熊，一只胖熊。那这兔，哎，这里面兔子看不看见？这里面兔子看不看见？好了。这里面这个兔子呢，就是它给你的是大腿，不是天山雪莲了。有的时候还没有啊，有时候兔子还没有啊，然后这回又给一个天山雪莲，真心是醉了啊。然后刚才你可以看到啊，不是奔跑吧兄弟，奔跑吧幼熊啊，还是要把这只熊孩子啊，一只幼熊啊，然后撞出这个杜康酒。这个熊身上的杜康酒，那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啊，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活熊取胆啊，活熊取胆，熊胆酒。前两天呢，我们家啊，就是我们林业局啊，有传说中的一个那个啥啊，一个那个幼熊啊，这个一只熊啊，这个把一个人活活囊死了啊，活活囊死了啊，秒了。哎呦我这个真心是这种怕火属性的啊，就随便干啊。好了，冰一下，然后再冰一下，换剑，然后这图这种快感啊，然后还是无限，看不看见啊？就是，但是呢，你把那个招安状填满了就行了，没有必要。你要真想打人，就是无限复活，这 boss 就这么设计的啊。好啦，这各种拼啊！
其实这个咱们看出招表呢，就包括用其他人换人也是非常变态的啊。比如说看看传说中一个传说三国时期一个叫悠的男人啊，悠悠啊。我拿着买个宵夜了再看你解说。我今天心情确实压抑啊，感觉就是非常委屈啊，就卡了。刚才各种掉线儿啊，掉的我心里乌泱乌泱的啊。好了，用冰属性打这个梦幽，其实火，其实打梦氏家族的人啊，用暴属性是最狠的啊，用暴属性。但这个但凡像梦幽、梦祸这样人死了，一般都是莽。哎，大哥，你别闹了，没提着几点啊。这个 boss 给人一种，哎哥，你看踢不着人，真心也憋屈哈，想的，哎呦我去，这是什么版本？请蓝哥告知。你脑袋瓜子咱没看到右边屏幕上写一个《大神之路：三国战记》王者秒杀吗？我靠，这个可以直接哎，怕冰的可以直接怼死啊。这已经死了啊，你已经死了。这招比那个传说中有了属性之后啊，比传说中的这个诸葛亮还恶心啊。诸葛亮那个万箭穿心已经够无敌了啊，他比万箭穿心还万箭穿心，万箭封喉啊。好了，看看一会儿是夏侯惇啊。他这里面就是，其实就是有一个 A 诸葛、B 诸葛，还有黑诸葛。然后这个马超也是 A 马超、B 马超、黑马超啊。传说中的马超 A、马超 B、马 B 超啊。万脚穿心，好了，一顿摸啊，啥也不用说，就是一顿摸，啥也不用唠，就是一顿啊啊啊。好了，一二三，一二三，哇、哦、哈哈哈哈！你这一个 boss， 你就记住，从头到尾一个 boss 就弱逼啊，就是啊，只要是一个 boss 就弱逼。哎，哥，哎，我操，这逼 boss 还挺逼 boss 啊，这是啊，这是各种毒奶。好了，一顿蹬，哎呦我去，是，看的大家伙觉得我操好。其实就是马超这个脚上绑啥了啊，这马超臭汗脚啊，都是啊，这马超什么绝对是香港脚嘛啊，超级汗脚啊。哎，你说三国战记啊，我跟大伙儿说一下啊，你说三国战记为什么要把这个马超和诸葛亮设置成一种类型的人，就是说白了啊，就是用属性剑的人，为什么要这么设计？为什么马超要用剑？你要把赵云设计来用剑吧，也确实无可厚非，他有一个青钢剑，对吧？啊，就是夏侯惇那个。但是你说正常你用马超用剑，马超正儿八经是用枪的啊，对吧？就是你像曹操用什么武器，大家伙都知道，除了曹操除了会耍剑之外啊，曹操除了会耍剑之外呢，还会用槊。哎呦我天！哎呦我，哎呦这大装置砸一下之后无限连的啊！曹操还会用槊，啊，这绝对是屌啊！来看看三国时期的这个辽哥啊，先给小兵秒掉。哎，这张灵剑的手速真心太慢了，我跟你说，这张灵剑很变态的，一定要这么用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你看他头上飘那个诸葛亮没有？你看到头上飘那个诸葛亮没有？这些小兵身上飘诸葛亮，或者张辽身上飘诸葛亮啊，这好很赖的，一个不小心就会秒你啊。但是我发现咱们这个玩家的手速是真心慢，你搁我的点37、8下啊，你是这手速还玩呢啊？这手速都不知道怎么满足自己媳妇儿，感觉啊都是啊。好了，无限张辽直接聊死。张陵啊，张陵剑，小的时候我们一直认为是张辽剑，为什么是张辽剑呢？啊，精神病啊！大江东去，浪淘尽啊！这个绝对是
但是这次通关通的比较猥琐吧。其实你看铁甲兵很变态之外呢，这张辽啊，他有吸尘器，你知道吧？啊，很多人说小狼说刚才他为什么要这么赖？其实真不是说他为了要这么赖啊，这个张辽自带吸尘器属性的。很多人不知道吸尘器什么意思，就是黑洞啊。你要就是你要是背对着他呢，就被吸；正对着他呢，就被反，就是有点像那个什么，大伙儿不知道知不知道那个神罗天征。神罗天征一共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把你弹开，一种是把你吸过来，就是那个六道那个啊。这张辽带吸尘器属性，然后又带那个放神器属性啊，要不就吸你沉，要不就放你沉，你懂的啊。就是你要，就是你看你怎么对着他啊，然后你就发现你想打他你打不着，然后呢你不想打他你想跑的时候呢他又把你吸过去了，贼赖啊。好了，看看。传说中的带血格黄忠啊，这样的话就要复活的啊！啊，居然没复活，居然没复活，我也是醉了啊！好了，看看这个，我就经常玩到这一关的时候，我就炸了啊！一整我就炸了。当然了，咱们可以看到这个我连招没有他这么没有这么厉害，但是我正常连招吧，我也挺虎的啊，也挺厉害吧，磨叽 boss 能给磨叽死啊。这个正常的还有一个，我记得以前还有个版本叫什么禁霜前伤，是不是啊？还是什么什么秦霜前伤，还不是什么什么伤的秦，反正是听起来感觉怪怪的那个名字啊。那个版本也挺另类，那个版本的就是啥呢，就什么招都挺赖，唯一的缺点是呢，就是前期稍微恶心一点，就是你攻击力没那么高，你各种连招，对，就 boss 血管特别少。你比如说你像那个夏侯渊，可能也就一管血，可能就现在诸葛亮的血量大伙看到了吧，就是左上角那个血量可能也就不到诸葛亮三个那么多血，但是你想打死他啊，就是你一套连招能打现在诸葛亮的半管血，就是已经是天了，就是前期的时候啊。秦霜情商是吧啊。然后后来改版了之后，好像就有属性剑也变得比较厉害啊。好了，看看这个，不是诸葛亮和马超可以互换人，诸葛亮换马超就是左右换啊，然后换回来也是一样。然后呢 A 马变 B 马是跳跃攻击啊，其实都是跳跃攻击，包括你用张飞对吧，用张飞啥的也是跳跃攻击啊，用张飞啥的就可以那种什么后前手无限连啊，就是各种无限连的招啊，就是有。但是你记住，永远就是单挑 boss 的时候永远都屌，你要是群挑 boss 的就嘎逼打了啊。好啦，一顿哈哈哈哈哈哈，这个徐庶死的是卢布，二三四五下啊。好了，这火属性啊，我擦，火箭火，哎，这种火属性打人之后呢，带有毒属性的攻击，火属性带有毒属性攻击，然后结果呢，就可以无限连，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还能再打最后一连啊，又是秒的节奏。这样给九结账啊！哎呦我去！不是，这不是啥，这是不是啥伤害？这是换的火箭。你们不知道这个吕布怕火吗？吕布和左慈是最怕火的啊！一旦有火了之后啊，那嗨，好了，走了，不玩了啊！感谢咱们最后的温柔啊，最后的稳油。好了，一顿哈哈哈哈。接下来后拉的节奏啊，长气儿神招前手啊。其实你像那时候我用那个张飞也是在跳过来变成白张飞的时候后前手啊，然后他磨张飞的时候可以那个反正各种赖啊，我就玩的时候啊。来看看接下来呢，是接下来呢，也可以正常去打这个密室属性啊。当然，但咱们玩这个游戏纯属为了娱乐，纯属是为了娱乐。在这里也可以大伙儿砍砍大山什么的啊。反正最近，哎，大伙儿知不知道那个前两天我说那个关羽和张飞互相杀对方全家，然后一起跟刘备结拜成为兄弟的那个故事，最近火了啊。
就是没想到我就是不是说我提出来的啊，我就我在我们这个三国讨论的组，就是我们一帮人啊，你比如说像什么袁腾飞呀、啊、老梁啊，啊像什么那个传说中那个易中天了，像这帮人啊，我们一起就是开玩笑，我不认识他们啊，就我就是意思就是啥呢，就是也确实有人就从这个明清两代的这个野史纪传体小说上描写，说如果是这样的三国，你能接受吗？啊，三个人在入伙之前说啊，一定要把后方稳定了。最稳定的就是没有亲人，啊，你干什么事儿都非常方便，不会让人家抓你把柄。你比如说，你像那个袁绍他叔叔，对吧？袁绍他叔叔就在那个董卓手底下干事儿，袁绍一反，董卓直接把他叔给杀了啊，全家都给杀了。对吧？那你说袁绍心情什么心情？所以说呢，想要做到这个成大事，必须要六亲不认。然后呢，就说那个关羽啊，就是关羽呢，这个和张飞呢有家室，这个刘备没有，那个时候刘备没有啊。说关羽呢把这个张飞一家杀了啊，张飞把关羽一家杀了，然后三人桃园三结义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啊。好了，这个反三国演义我看的不多，因为正常的所谓的反三国演义啊，其实我告诉你啊，不是说我看的不多啊，反三国演义最屌的就是啥呢，现在好多的游戏啊，就把这个反三国演义里面的事儿描写的非常好啊，你像非常经典的什么黄五蝶、张星彩啊、黄旭、点满啊，这些二代啊，这都比较有，马云禄啊，这都是二代啊，你像那个，咱们说，很多人就是这个点满，不是大伙儿知道吧？就典韦的这个儿子叫点满啊，也是一样啊，从小那个身上有病，这个唯有这个因为命里面缺金，唯有老虎的头骨才能给他孩子治病，所以说这个典韦呢就去跟这个山里面啊，因为本身也杀了人，在山里面隐居，然后追一只老虎。正巧呢，碰到了这个曹操带打猎，曹操呢是带着这个，有一说是带着许褚，有一说是带着夏侯惇，然后呢这个比较多的是带着夏侯惇啊，不是比较带着说带着许褚，然后许褚一上来呢是给这个典韦呢很高的评价，两人单挑啊打了一个平手啊，那个时候打了个平手，后来呢这个古之恶来，这个典韦呢也是跟了这个曹操啊，跟哎呀哎我去。大哥，这是地遁书吗？这就是地遁书吗？这就是地遁书吗？我靠！我操！一算命，五行缺钱，我操！五行缺金。大家伙都知道啊，这个金木水火土呢，咱们传说中的这个五行啊。这个事实上来讲啊，确实是这个，作为这个医学上来讲呢，还是作为玄学上来讲，在中国啊，都是很，就是应该说很有科学道理啊，很有科学道理。其实呢，作为这个阴阳五行，大家伙都知道啊，这个日为阳，然后月为阴，这个所谓的咱们说看这个日历啊，也有看日历的，也有看月历的。月历就是传说咱们农历啊，你像农历，这个咱们说这个五行呢，确实有说道啊。这个你比如说像这个哪个年，哪个年啊？比如说你像这个，咱们看这个秒杀怪啊，哪个年里面呢？你比如说你是属什么属性的啊？像宋小宝说的六十年一轮回啊，真的是六十年一轮回，它有各种木啊。你比如说木属性有很多木，然后这个是什么金属性的。当然话说回来了，那个还是有点悬。这个人身体里面呢，就是心肝脾胃肾啊，秒杀怪什么鬼，就是秒杀你啊，是吗？其实他这个字儿吧，有时候写的怪怪的。你像刚才第一个出现的秒杀怪呢，就是司马懿，然后一会儿就升天了啊，就升仙了啊，老嘚儿了啊。好了，一顿哈哈哈哈哈。感谢艾伦。方天画戟是召唤吕布用的啊。来看看，马上是吕门。萌萌啊，萌萌。郭晶晶命里缺日。太嘚了啊。当然这个要说句实在话啊，这个
要说句实在话啊，我没说这个，很多人说哎看起来太简单，我没说它特别难啊，这个版本我玩都能玩通关啊，只不过呢这个你第一次玩的话你不会，你就很简单，你第一次玩的时候你会吗？但是我就见过一个玩游戏的高手啊，就是我有一个现实当中我有一个朋友，好了，这秒了。我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个朋友啊，就他无论玩什么 FC 游戏，还有这个街机游戏、MD 游戏，他就是说他没玩过，但是你让他玩几把，他就能基本上能打到就是差不多就是你们打不到的地方，然后玩一两天就能通关，啊，然后再过一阵就能所谓的什么一命啊，或者说啥的啊，就，然后但是他比较龟。他比较龟，他玩什么都是哎呀无限时间的，那我就蹭你啊，然后时间多呢我也蹭，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个也有游戏天赋一说啊。好了，一往后呢这个 boss 越多越变态啊，这个有的地方呢咱们就点变得稍微恶心点，这个地方是稍微有一定难度的，这个地方呢它因为它是双复活，所以说咱们放了一个隐身衣啊，它双复活的，咱们就点稍微恶心一点了。一会儿进上方密室也是比较难，这个游戏在这儿呢我就觉得是稍微有点难度，一般的你像我要是上来不放隐身衣啊，经常就上来被秒了，真事儿的，因为这个双复活这个不好打。好了，感谢刮两条刀片啊赠送的赞啊。对，一般龟的人玩游戏都点好，这样就点龟。你说格斗游戏你龟吧，有的时候不一定，但是闯关类型游戏你要是龟的话那真心太厉害了啊。好了呀，你看看呀，他直接走这个地图了，咱们看这个地图就是传说中比较赖的地方，但所以说他扔了很多小宝，这个地图是所有玩家比较有噩梦的地方啊，非常大的一个噩梦。你像我在这儿呢应该说经常会死一个人两个人啊，就如果说不像他这么恶心这么干啊，他这就是各种用小道具无限连，前期我都不攒宝啊。好吧，我这是无限张脚筋赖逼啊。好啦，让他一起复活，卡住一个没卡住，直接进屋。他复活的人不用管他，不用打死他，但是你不打死前面那些人的时候你是不会通关的，而且前面那个人也是满血。很多人说那你这回怎么不用那个飞脚什么万箭穿心什么的，我告诉你了，单挑 boss 简单啊，单挑 boss 简单，一堆 boss 的时候你试试，累死你啊，那纯纯的累死你啊。玩彩的，你说打飞机的游戏有的时候那没办法啊。好了，这就直接秒了啊！这种用冰剑秒的，那就真是这种特别被克的人啊，用属性剑太赖了。你比如说，你像打那个打魏延，很简单，打魏延就电剑，啪啪啪就是干。你要说打那个有你有你要有太阿剑的话，打司马懿呀、孟获呀，那也是各种各样的赖啊。对，有毒剑啊，对，他必须那个马超必须是换成那个马超呢有毒属性的这个效果，这样的话呢他用属性剑打人的时候呢是不会强制倒地的啊，所以说就这个意思。前面的两个兵，哎纯属扯啊。这个兵的话呢正常是火属性烧不好烧，所以说选择用必杀，正常这个地方用冰剑怼两下能怼死啊。好了，红色，再次感谢咱们的挂脸盘刀片啊。哎我操，看不看见这有的时候小兵带有特殊攻击属性啊，一个不小心给你打成小动物，然后他自己有的时候还会变身成为 boss， 再加上头顶上转诸葛亮那个啊，那真心是变态了。好了，连续了两个必杀来秒。好了，这个马是本体啊，结果呢鲁布呢，我靠没打出来，曹操鲁布啊，太恶心了啊。就是已经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诸葛亮屁股后面跟一个兔子，你看现在还跟吗？没有了吧啊。啊哈哈，刚说没有他又出来了，就是有的时候他没有啊，就是这个兔子就是赤兔嘛啊，红色的兔就赤兔嘛啊，给人一种宠物的感觉。这个兔子其实严格来讲除了给你血之外啊，
就是没别的用处，他就给你血，一会儿给你个血，一会儿给你个血。传说中的补给兔啊，看看见啊，这个啊，这就是超级诸葛万箭穿心。哈哈哈哈，看了刚才那个苗族女兵了没有啊？那个苗族女兵，我是真是醉了，真心啊！好了，看看，陆逊一顿万箭追起来，然后再万箭，啊啊啊啊啊啊！看看呀，有的时候这小兵很变态的啊，能给你打成打回原形啊。好了，再招安。最好是利用一个特殊属性的技能，比像马超又是冰剑，像这个就是用火属性后前，或者说用这个尿啊，然后万箭穿心啊，小兵这不要跟他硬拼的节奏啊，我们这练各种无双，哎，这无双，但这无双血量少啊。来看看，又是利用万箭穿心，这个万箭穿心呢可以鞭尸，所以说有的时候没有大伙想象中那么厉害，这小兵呢就是帮你挡住，就帮 boss 挡住了，就比较恶心了。好了，再兵，然后万箭穿心，你看这小兵帮挡住了就恶心了啊，又挡住了，万箭穿心，你看又挡住了，然后无限连，你这小兵多恶心，正常就是要打那个人，然后变成小兵了啊。好了，看看一会儿左慈啊，小的们看招，喵呀！好了，直接踢死啊！就左慈怕火，一个大飞脚踢死就是王者秒杀啊！别给我衣服扯坏了啊！好了，这上来根本就没有发挥啊，完全没有发挥，直接被秒啊！就别给我衣服扯坏了啊，真是真心是醉了啊。飞龙在天，余力冰龙边冰龙边好了，看看到了倒数第二关啊，就是关羽，我操，关羽张辽，哎，你看这里面也是稍微有一点点恶心的地方，就是这些东西你最好是同时给他打死，然后呢把小兵干死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他俩就不会骚扰你啊，有时候要骚扰你的话很变态的啊。张飞撸管射兵的是什么版本，其实那种三国战记2012的大多数版本都有张飞射兵，他要用那射兵用的射火啊，冰火缩了果，知道吧啊。好了，有人问这个视频为什么那么模糊啊，今天没办法啊，今天恶心了，今天这个播的过程当中呢，各种就是各种卡吧，就是所以说刚才就一阵就没播啊，就这三四十分钟都给那各种重启机又这那的啊，所以说老嘚了。好了，看看这里面啊，居然撞的是傀儡拿拿啊，傀儡娃娃也是醉了啊。仙女小狼在办事的时候也这样叫一，办什么事啊，兄弟们啊，我要办什么？我抢劫你什么？我是抢劫的人吗？啊，好了，看看。这关吧，因为他正常还是走这个，这关吧还是走的这个，要走下方，应该是稍微的恶心一点啊。好了，这里面这个，咱们看这里面这个盾书有时候很变态啊。刚才大伙儿看没看见那个？看没看见一个地盾书？地盾书被大石头砸到了之后啊，就是这样式的，你想一个地盾书砸多少血，一个地盾书的血量老多老多了，然后这样式的，
还玩吗？真事儿啊，真心有时候想想真是太赖了啊。我家的供暖还可以啊，还可以啊。好了，看看。爱人千里。好了，再怎么找啊？反跑。一会儿许褚啊，一个整个三国里面被号称最胖的人，何苦来呢啊？那么歧视胖子吗啊？好了，这是神之兵剑啊，就是打完之后各种兵精，兵直接飞脚。哎呦我去，飞脚赤赖啊！黑龙江10月15号啊就已经供暖了，兄弟们啊，好来看看。其实古代的时候呢啊，要真说当那个将军啊，那你必须得有点肌肉啊，你要没有点肌肉，你是韩国欧巴，那这什么玩意儿呢，都是啊，那绝对必须得稍微有点胖啊。那个时候古代的时候呢，就可能没现在这种健美啊，什么肌肉啥的可能没有，但是呢肉都比较结实啊，就是肌肉难没有，像什么二头肌、三头肌，什么就胸大肌、腹肌什么的，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啊，但是呢绝对是人必须要壮一点啊，要壮啊。但话说回来，许褚呢，这个一直被认为就是一个胖子，而且一般设计角色的时候，许褚都是要么就是猪啊，因为他名字可能就很多人管他叫许猪嘛啊，一猪，要么就是身体大然后脑袋小，又黑我猪啊，又黑我褚啊。好了，这个地方呢，因为刚才正常应该直接上 boss 走下路，走上路的话呢就需要有这个四剑属性啊，你懂的啊。四剑的话呢，这个在这种类三国战记2012里面呢是并没有咱们想象中那么强悍的啊。好了，一顿一二三一二三的节奏啊。好了，感谢知识8167，看看接下来。其实正常来讲呢，打这个霍霍啊，用爆太阿剑的话，如果要像这种马超飞脚，那能踹不了七八下就能踹死啊。好，当然呢没有那个，咱们看到了刚才咱们是没有那啥的啊。好了，直接怼死。刚才咱们看一下，没有那个和氏璧啊，所以说没有和氏璧就嘚了，就没有传说中的那个密室的进密室的权利了，打不掉那个密室啊。好啦，这每次都怼不好啊。正常的这种怕电的还用踢那么多下啊，摸几下就死啊。好了，看看这地方用冰剑，还是一样啊，用冰剑啊，就是这黄盖老头子啊，老登，我们俗称啊，就黄老板啊，黄老板换青钢剑，然后这个一会儿冰住了之后啊，没定住，一兵直接一踢，好了，死了，就是这么变态啊。这个算不算秒杀？你告诉我这个算不算秒杀啊？对呀，这就是传说中脚臭里熏死的啊，待会儿传好了，那小兔子把你暴露了，马超还给那躲骨后面呢啊，真是醉了，真心是醉了啊。帮帮帮帮帮帮，起死回生。来，不要因为你狼哥是鲜花而怜惜你狼哥啊，用力啊啊。好嘞。看看接下来是见证七猴的时刻吗啊。马超汗脚，好像这个太阿剑在这个版本里面，它的 boss 定位还是差不多的，密室啥的，
如果没有特殊设定的话，应该就没有太鹅剑了啊，那就吃不着了啊。但话说，他这个冰剑也不是从正道上获取来的，冰剑是通过打某些 boss， 那可能在打死某些 boss 的时候可能会给你吧啊，咱们坐等一下吧啊。杨幂有脚气，斗鱼真小啊。我感觉不是杨幂有脚气啊，是这个马超有脚气。但话说啊，在斗鱼直播间里面，能在某一个直播间里面碰到另外一个直播间的这个小伙伴们啊，一起吐槽的人啊，也是很常见的事儿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啊，等一下，我老公呢啊，我操，那个长得是真挺像的那个啊。但是那个我觉得呢，就是他最像的，除了脸蛋之外，还有一个特别像的地方，就是呢他胸特别大。杨幂大家伙知道胸也非常大啊。你应该这么说，杨幂的闺蜜便秘了怎么办啊？好的。一顿追地啊。伤害不低了，兄弟们，有的他有的技能伤害低，你像有的什么是电属性，就是小兵他还不如砍你一刀的血多，有的时候的技能啊很憋屈，一会儿是魏延狗反，马超呢我就正常练刚才那招啊，其实也挺变态的，连招，没有学他那个飞脚啊，他那个飞脚就跟那个万箭穿心一样恶心啊，真心是，那是真心醉了，当然打到后期你可以看到这个版本想要通关挺慢的。真心挺慢，你像这个马超和诸葛亮呢，因为他有属性剑配合，这个属性剑配合起来也是真心恶心啊。说其他人的话呢，他有更多各样的赖，各模各样的赖招，但也只能说是赖招而已啊。为什么会变身？就是左右变。来看看现在什么样的小兵用什么样的这个武器去打，这个就显得快一点嘛啊。来看看现在是魏延要死。好了，直接放一招安，四，好了，这是强制四招一式啊，这个打不死，我建议他最好还是说出飞那一下狠。好了，这血少啊，大哥，落地可以再接一招，好，对你这么打可以啊，但是你要说光靠那个太平心灵打血的话是比较少的。好了，这个爆了，结果很可惜，还是这个青钢剑，不是太阿剑，四剑的梦想破灭了啊！刚才没有打出路布啊，所以说这个就嘎比打了。一会儿就是本游戏的最后一个，这就是本游戏的最后一个地图啊，最后两个山屯子啊，一顿吹。啥也不用唠，就是一顿。好啦，马超啊，真心也是拼了啊！这个小曲儿，噔噔噔，小曲儿真心醉了啊！好了，一顿一二三，各种不控制啊！乒乒乒啊。好了，感谢咱们的 Sam 123-0789赠送的鱼丸，接下来最后一个地图啊，求狼哥出这个版本的教学视频。我记得那时候我玩那个张飞啊，但这个我看你们看完这个视频，难道这不是教学视频吗？我操，你只要知道那个招怎么发，我靠，你就很简单啊，包括你像刚才那个这个太张角金都可以无限连，你说这是好恶心呢、啊、他我所以说你知道他为什么用吃张灵剑和张角金了，像张辽那个 boss 非常恶心，他用张灵剑无限张灵剑给对方点死，然后呢那个在那个火车连营那个密室那个地方四个 boss 最难那个地方的选择用那个用张角金无限连连死，所以说啊最恶心了。好的，要滑，这不没有太阿剑打的血太少啊，没有太阿剑打的血确实少，一个兵，哎，没踢着，好了，直接一顿侧踢，打
起，虽然说还是不少啊，但是毕竟就是没有爆剑在这里最憋屈了。好了，又是太平经理啊，那直接三下直接死了啊，直接给大雨点滴死了，还能再滴一下啊，没有辨识属性啊，没有辨识属性。飞腿好像也是跳下腿，是跳下腿还是跳下前腿啊？不对，腿去了，就跳下 A 还是跳下前 A 不知道啊，试一试啊。马超香港脚啊，你看捡这么多宝有啥用啊，所以说有时候我觉得一点逼用没有啊。好啦，一顿傀儡，这曹操免疫啊，大哥。哎，好啦，刚说完免疫，曹操怕兵。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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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曹操怕兵啊，然后再见啊，再见不如不见啊，这就是确实死的稍微惨一点啊。咱们看诸葛亮血杀，当然最后呢这个也是通关了啊，再次感谢咱们这个玩家口误我给大伙儿表演的。当然事实上这个版本呢确实不是那么难，而且知道变态玩法了之后啊，真心这么一顿香港脚就能给人熏死，早知道这样的我就不当兵了，早知道这样的就跟我一样做贼啊，太嘚了。好，那么今天咱的视频呢也是暂时到这里就结束，感谢大伙的收听，如果大伙喜欢小狼解说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关注来支持小狼，咱们下期再见啊。